官字，你点睇？喺呢个世代，最紧要有新嘅 point of view。喺 Ivy 观塘玩得够钱，仲要玩得有 point。你嘅观点加埋 make things happen 嘅精神，睇得出就要做得到。你对 business 嘅观念系咩？嚟嚟去去都系嗰几款，咁系你太主观啦。识得玩，紧要识玩 live stream。依家最潮，梗系 e-commerce。你有冇谂过可以踩入演艺文化界别 ？HR、PR， 你又知几多先 ？Ivy 观塘嘅 business 有 high dip 同 DFS， 你谂得出嘅都有得你拣。够新够前，先系真正双赢。讲起 Ivy 观塘，点可以唔提 design？ 呢度 design 唔系得个外观，我哋讲观察，有谂头，有睇头，将创意变得 make sense，idea 谂得出，仲要做得到。才是真正的成就解锁。誰說 IT 是道道一樣， Ivy 觀塘偏偏就要玩轉傳統，這裡教你用自己的 POV 升呢去 lead 住科技 AI Cloud Cyber Security Digital Media 全 Games， 未來 IT 世界自然任你玩。除了學下東西，這裡還有東西飲，有 show 看，超越上學其實不難。所謂位置決定層次，在咁有地利的地点走出第一步，再进一步读埋学士学位课程，加埋实习实战的强大 network， 升学定就业都是想得出做得到。 Ivy 观塘新 POV， Make things happen。 Make things happen。